哇，你们这队好高哦，平均身高到1.8米了这边。这个我个人觉得那个东西要往上升一点，不然真不公平。现在就升一点，我看一眼。这还能够着吗？这够不着了。这么高吗？就是全拽下来一起砸完事儿，就是欺负他。对，全拽下来一起砸，对不起。开始。请问，途中物品是腮红吗？是啥呀？好像是牙膏，我不确定这个。准备，答题开始。走。过分了！过分了！过分了！聊狗了，好吧。Bad, like a boo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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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他们全部拿着白色的锤子，我们非常有可能能够赢，因为西西说那个不是。对，我就是因为知道他不是，知道我为什么刚才整个人感觉有点笨拙吗？不懒吗？我自己心里明镜的。刚才说这是什么？腮红。你天天用腮红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对的。这怎么可能是腮红呢？对呀，腮红，那是那个水彩的燃料。谁喊的是刚才？观众说的。如果是的话，这题要作废，因为是观众提醒的。不是，我们也有自己的判断。我们也这么认为的。观众，请不要提醒啊！我们非常有可能会作废的，因为我输急了眼，输急了眼。我输急了眼。没有想到是这么，没有想到这么单纯的理由。